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成为 YouTube Premium 会员及管理会员资格，获取有关 YouTube 付费会员和购买交易方面的支持。对 YouTube 或 YouTube Music 有疑问，需要 YouTube 购买交易方面的帮助，您可以随时联系支持团队，获取以下方面的帮助： YouTube Premium、 YouTube Music Premium、 超级留言、频道会员资格和其他购买交易。您购买的电视节目和电影，下面介绍了具体联系方法与支持团队联系。移动版 YouTube 应用，在移动版 YouTube 应用中选择您的个人资料照片，选择帮助和反馈 YouTube.com， 转到 YouTube.com 中的付费会员部分，在这个页面中点击您的个人资料照片，选择帮助，选择需要更多帮助。 YouTube Music， 在移动版 YouTube Music 应用或 music.youtube.com 中选择您的个人资料照片，选择帮助和反馈，在 YouTube 帮助社区中寻求帮助。如需更多支持，请使用有关 YouTube 帮助的社交渠道。 Twitter， 在遇到问题时向 Arts Team YouTube 发 Twitter 微博、 YouTube 帮助论坛和 YouTube Music 帮助社区，与其他 YouTube 用户交流并相互学习。 YouTube 帮助频道，通过 YouTube 帮助频道中的视频了解 YouTube。 我们的客户支持团队可随时通过以下语言为您提供帮助： English、 French、Español、 Portugués、 Italiano、 日本语。如果您不懂这些语言，也仍可以通过填写此表格来申请退款，我们会在24小时内处理您的请求。